好吃，好吃。来，小张，你给花花讲，你给花花讲。我早就给花花讲了，还要你说？啥人啊？我跟你讲，不夹还是说刘明凯，那个。我现在听到刘明凯三个字，我就有点害怕。哦，没有翻车，很好吃。看看啥了？那个鱼挺好吃，尝尝，真好吃。哇，思雨，你这样特别像一个歌词，什么什么什么，摘下太阳给你，摘下月亮给你。为啥？因为贝贝说那个鱼很好吃，然后就那个胳膊立刻可以那个伸长，你知道吗？王总刚自己已经吃完了。对啊，我是让他吃。让我吃，让你自己夹吧。